是觉得是战立东。搞了半天你喜欢我，你喜欢我。Yuki 刚单身哦，对啊，而且还可以哦，蛮好的哦。没有，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，那个俄罗斯的。啊，俄罗斯，是传下的，他已经传到你这边了，他有关注你哦，他有关注你，才录一场就传到你这边，打下打下，我加西洋金价，打下电视看看就好了，对啊。都假的啦，对不对？那个都是真的啦，表演性质，假的啦，真的啦，在那边演。为什么是张立东？我觉得是因为他很时髦，然后他像有一个日本的搞笑艺人啊，这个我知道哦，是真的，很多人说像他是谁？日本蛮红的一个谐星，真的。然后他的老婆还是女朋友，非常漂亮，对，非常漂亮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人呢，大概日本的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女生一定会喜欢，因为你很搞笑，然后穿很时髦的样子，然后会让女生很像很像啊，像哦像哦像，有哎，就李龙去日本发展，有去日本发展啊，也有点像刚刚老梅学木村拓哉的时候，所以去日本要小心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，太受欢迎，太受欢迎，天日本天菜，有一票真好，赞赞赞，一票，好来 ，Aiko 请投票。这个答案当然是阿 Ken， 这个是制作单位安排的吗？没有，是 Ken 哥长得就是像我们日本女生最爱的冲绳帅哥系列，帅哥，对，一个深邃的五官，水亮亮的大眼睛，有立体感，我们每个日本。女生都很喜欢冲绳帅哥，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系列。你要是单身的话，我就带你去冲浪。漂亮！哎，结果老公坐在那边。老公要杀进来了，真的。老公在看啊。有杀气，没有啦，老公我们也很熟啦，还有疯狗浪啊有。现场的今天来宾最像金城武的就是天哥啊，对，最像金城武。老公又不开心了，对，怎么会这样？老公也是天哥的粉丝，没关系。哇，爱屋及乌哎，对啊，哎，赞，我们等一下，我跟你们夫妻俩一起去玩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我都配合，太扯了。好，接下来小百合，你觉得谁？太扯了吧，小百合。我会选阿美。哦，阿美啊，阿美啊，阿美是谁？阿美啊，阿美几岁？假装阿美吗？男孩，阿美，阿美，阿美，因为很普通啊。我会选阿美。哦，阿美啊，阿美啊，阿美是谁？阿美啊，阿美几岁？假装阿美吗？男孩，阿美，阿美，阿美，因为很普通啊。很普通，等一下，我听到这个，我到底是今天的来宾里面最普通的？哎，怎么讲他普通了？对啊，他的普通我们看不出来吗？还有你讲吗？知道吗？就是日本女生都很喜欢普通的人，普男啊，日本男女生喜欢普男。在日本呢，最想当那个最理想的老公的排行榜第一名是新演员，那个或许新演员也喜欢，对，很普通。是长得普通啊，但有很有才华，会演戏，会唱歌等等。所以日本人喜欢有才华的男生。是啊，对，或者还有很会运动，对不对？哎，很会运动，还行。没钱这感觉不是真心，他不开心，走心，走心。你说他很普通，情绪现在很复杂。说你说喜欢你，可是又说你普通，但又说你像新演员，你这样是走心普男哦，你不行，普男。而且普通是很难哦，普通很难。难啊，就是你要在台湾，差不多了。小百合在台湾很久，要他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普通。那你还真普通，就是不太会花心啊。观察很久，安全牌。所以你看，因为从日本人的角度，他会用不一样的这个方向来去欣赏台湾男生嘛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我们还是会发现我们自己一些觉得原来我这方面也是优点啊，对啊，继续加油。那我们也在这边要祝福你们都可以有这个更浪漫的、美好的恋情，在台湾。谢谢，阿里亚多，谢谢你们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间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
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，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，让你一次满足。